很好，我是国际母亲小 S， 然后她是我的大女儿 Ellie， 然后她是我的二女儿 Lily， 她就是传说中的徐老三，宝贝，好害羞，不好意思了啦。宝贝，你说妈妈比较，宝贝，妈妈比较红还是你比较红？害羞了啦。今天听说是徐老三的见面会，是不是？对，他说我，他说他比较红，谁比较好？徐老三宝贝，我比较好，很好很好。所以呢，身上是有那个影响到妈妈那种自信的特质，对对对。所以我先问一下这个小 S， 你们好，你好，女儿们好，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你们平常 family 的感情都很好，对不对？会进戏院看动画片吗 ？Ellie， 请作答。会哈，弟弟你会吗？会啊，你会哈。然后妈妈会不会很大方的买那个爆米花给你们吃？会。然后妈妈是不是一出门就有很多人要抢着跟我拍照？对。因为妈妈是什么？国际学校。哇塞！妈妈家庭教育很成功哈，做得很好，所以呢，时时刻刻都是知道妈妈是国际巨星，对不对？Ellie， 你同意吗？妈妈是国际巨星这件事情，哦，她有点勉强，但她同意。没有啊，她说班有很多人那个要我的签名照，对不对？真的，六年级的学生跟她四年级，她才四年级而已，是就是还这样子，大小孩跟小小孩要真的签名照。哇，所以因为这个妈妈的关系，国际妈妈、国际巨星，让这个女儿在学校连带走路都很有风哦。是，对，所以问一下这个小孩子的这次这个接下呢？海底总动员第二集的这个配音，不止自己有这个好玩的体验，女儿们也一起出体验，是第一次配音吗？对，是哦，好不好玩 ，Ellie？ 好玩。真的吗？哪里最好玩？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你会 NG 吃螺丝吗？听他听不懂，太难了。不小心会说错话吗？会。台词会忘记吗？会。会哦。那你觉得那个 Ellie， 还有 Lily， 还有宝贝？你们三个人谁最像多莉的个性，常常会忘东西、忘记台词？谁最像？错，谁最像？妈妈。妈妈常常忘记什么啊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爸爸的票，爸爸的票，爸爸的手机。就是这次那个首映会，然后差点把我老公的票弄不见了。我就说票呢，是不是被你拿走了？他说我已经给你了。结果是。妈妈真的是跟多莉完全一模模一样呀！对，你们三个是谁啊？哎，我马上忘记你们是谁，是不是？有这么健忘吗？但是呢，台上的大家可以看到哦，这次这个《海底总动员》第二集，多莉去哪里呢？是这个小 S 呢来担任里面的多莉的这个角色。然后呢，可以看到这个你们今天出席首映典礼呢，哎，可以看到说你们画面很和谐，对不对？我母女三人的老大老老二跟我都是走民族风，是，然后。你很热，我也很热，大家都很热，我觉得是，大家都很天天叔叔多热，好热都冒汗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为了工作，就是要忍耐一下，这才是专业。对，然后不要背对镜头，这样子好看。对对对，我刚才讲什么？你刚刚说那个今天母女画风一致，本来讲好他也是要穿民族风，对不对？结果后来有一次我们去餐厅吃饭，然后吃完之后，他就说：“我看上一件礼服，你买给我。”哦，我说。哪来那么大的口气啊？我就很不爽，他说从小就有这种虚华的想法。然后后来一看，然后就带他去跟阿姨说，就是那个家用杰斯蒂什威廉姆的里面的礼服啦。我说哦，没问题，马上打给永杰说，永杰，我女儿要穿你的礼服。说哦，好，帮他定做。哦，真的。对，然后后来定做好之后，我说宝贝，你跟我们会不会差太多？对，有点差异。结果好了，你还爱穿吗？他刚才那个上厕所跟坐到椅子上都很麻烦。但是我有听说是那个宝贝徐老三，他坚持说今天是要以华服出席首映会，坚持要华服，坚持要口红。真的，所以宝贝，你觉得你今天是不是小公主？你跟大家说，你是不是小公主？是，你要大声一点点，是不是小公主？是哈。你在心里觉得今天谁最漂亮吗？妈妈跟谁？妈妈跟我。哦，妈妈跟你，所以大姐跟二姐还好是不是？还好，因为今天徐宝贝说是他的个人第一次的粉丝见面会，对，所以呢，感觉非常非常的开心。这次配音真的很开心，因为《海底总动员》，我们是全家总动员。对，我连三个女人除外，我连我侄子都拉进来。
台下那个我侄子，他也被我求那个导演说，可不可以给他一个角色，一个小鱼的角色来演。然后导演就说好，就来让他演吧。就是表现得也很好。可以，小咪咕，你好，跟大家挥挥手，嗨。然后我发现他们三个小朋友，一二三四四个小朋友，妈妈竟然忘到数数都不会了。我发现他们四个小朋友表现都比我还要好。怎么说？就是尤其是宝贝，他是小多利，所以他台词是，他是整个电影的 opening 是他，结尾也有他。然后我当时很紧张，因为他那个台词非常多。他们说他要先试音，然后寄到美国看看可不可以。对。然后他在试音的时候，他就因为他是一个健忘症的女，就很说妈妈忘记我，万一我忘记你们呢？然后在门口就当场就叫泪流满面，怎么觉得太感人了？后来他就试上了，然后他的声音一出来。就是好动人，好可爱，很有戏，很有戏。当然你们两个也是非常棒，可是因为你的台词比较短。少女多利很棒，然后反而就显得我是那个没有像小孩子那么天真的感觉。可是因为我的台词实在是太困难了，真的。我有被一句台词整到是我真的要崩溃了。你现在要愿意重现吗？那一句让你崩溃的台词，现场重现一下。我是从大洋区的展览馆来的。这个听起来。会很难吗？可是很快哦，因为我要快，非常那个讲话非常的非常快的语。对，然后他就说，不是，就说我是什么，我是从哪里来的？然后他就说，你是从大洋区展览馆来的？我要说，我是从大洋区展览馆来的。了解，这就变得很崩溃。对，然后回到家之后，我就一直心情很不好，就一直绕圈圈，就说我是从大洋区展览馆来的，我是从大洋区展览馆来的，我是从大洋区展览馆来的。然后他说，妈妈你在干嘛？我说我是从大洋区展览馆来的。从大洋区展览馆来的国际巨星是徐熙娣，对不对？所以呢。